请问一下，哈林哥，这首歌曲是您选的吗？对对对，又是您好闺蜜的一首歌曲。闺蜜，闺蜜，这是我的好闺蜜张学友先生。哦，张学友哥，我好想念你哦，谢谢你们，听到这些歌，我想到你年轻的时候。 好帅，好可爱哦！我也想起你年轻的时候。因为这个闺蜜这些歌很经典，可是呢，大家都把它都唱成那个样子，焕然一新了已经啊，要有点新感觉。我觉得学友唱这首歌是一个疑问句，那他们是一个肯定句，说心里话，对这首新的歌曲有一个新的认知，我觉得还是感谢哈林哥啊。因为张学友唱《如果这都不算爱》这首歌是他比较少数。 唱的比较低的歌，没有那种高亢的，那种情歌的那种飙法，就有点很低，我印象很深，所以我们把它很比较容易让它跟原曲有一个落差。